一斤，那你应该算是能喝了吧？虽然我对白酒没什么概念，但是一斤是500毫升，应该一瓶吧，应该很多了。我也是很不喜欢那种第二天宿醉的感觉。你也不知道，到底谁知道？我贼好奇，我问 CR，CR 也不知道。到家了，欢迎小童。有没有人知道那个钻石系列的那些东西都是咋整的？真的，你在那儿吃饭是不是走一走，走两步就回家了？哎呦 ，chill 起来了。也在三里屯附近呗。那你之前不是就去过了吗？之前是什么？之前是预营业、试营业。我这个房子还行吧，属于中间的，就是我这个房子属于很新，然后里面就是家具啊什么的都还就是装修什么都 OK 的，但是它距离市中心是有一点点距离。如果一个房子就是这种情况，它在市中心的话就会很贵了，因为我不太出门。我这几环不好说，五环吧，反正我就是去最热闹的地方需要半个小时。咋的？你要怎么说？老板要给我换房子。喝一点，等气氛差不多了就回家。等气氛差不多了，就一个人回家还是两个人回家？我们家115平，好像是115平。北京和上海好像比北京贵，好像，因为北京贵一点吧，或者是差不多，我也不知道。贵也贵不了太多，差不多吧，应该差不多吧。欢迎地灵，一个人都没意思呀，回家一块玩一下猫。没有，20000的话可以住市中心了，市中心的小一点的。市中心的一居室可以住。谢谢地灵的大啤酒。差不多吧。
差不多了，峰峰。刚看见。我不在朝阳。我不在朝阳。噔噔噔。对，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因为我有个好闺蜜，前段时间去上海待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询问过房价这个事情，然后她就跟我说差不了多少，可能上海贵一点点。今天能不能有个惊喜，能帮我把手绳拿了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来个老板，欢迎尤文，是你吗？尤文，是你吗？谢谢点亮，谢谢幽文的高级灯牌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这个钻石兔是咋弄的？钻石系列的东西是咋整的？我借了一套徐家汇和静安交界162.6，什么叫借了一套？你租了一套吗？什么叫借？抖音给的，就是他这玩意儿，就是他不是抽的，也不是，就是说送过几个然后可以升级的，他就是给限定给用户的吗？有啥规则不？我特别想知道，什么钻石跑车、钻石嘉年华是怎么弄的？你们全部都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怎么回事？好，现在有一个很幸运的事情，就是本直播间有个很幸运的事情给你，你想想，你知道，有一个很幸运的任务，有一个福利，派你帮我拿下今天的首胜。你愿意接受吗？这个任务真的，真的呀！那我去了，你别骗我。咱们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骗人是小狗，我去了，打个幺，我怎么有一种你要溜的感觉？我的直觉应该是不准的吧？我觉得你要用的啊！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在热搜。好，我们怎么玩？你说。那我们过程的话就不玩了，结尾的话20个灯可以吗？好的。